这张图非常大哦，目前我开起来的时候是16.7，你可以透过影像里面的影像尺寸来看一下它的规格。这一般的数位相机拍了4000多、3000多，OK 吗？哦，那你对这也许没有概念，我想把回到我们桌面上来看，目前我们荧幕多大呢？按右键的荧幕解析度，以我这个荧幕来讲，宽才1366，高才768。宽是从哪里怎么算？这个1366是从左边到右边哦，多少？1366，从这里到这里是吧？768。那我这张图多大？4000多。所以这张图片是我荧幕至少是快3倍。你要有这种观念哦。啊，图越大，当然跑起来就越慢一点点啊。不过这种图如果真的做完放大输出，可以印得很大张，可以越来越清晰。图越大，可以输出的尺寸越大越清晰。哦，那这个，那目前我们想做在网络上，我就也许就不要那么大。我改大小之后，等比例打勾，打勾完以后呢，我不需要那么大，我1500、1600就好了啦。宽度1600，宽度也许1200，我觉得也够了。哦，不是，现在怎么变那么小？原图现在是16.7哦。当你检视原图的时候呢，这叫做这个实际像素，其实这张图还是那么大。目前叫做100%，各位有概念吗？来，那请各位先试着调整你的图片哦。